嗨，今日成为受虐者。开台。老师好。开。老师，马上成为受虐者。那你要进去吗？开。没有，你完蛋了。不能进去。这有什么？可是这个门呢、啊？他有说有人在准备 TP 了，在打。哎呦，一起进去、啊，一起进去了、欸，哎，一起进来了，你干嘛？一起啊。我不要，我要当 S。你要当 S， 虐待书。哎呀，哇哦！谁抢先的？哦，灰狼神，还没完呢。哇，这个天哪！看我全身是血，这已经不是 S 了、欸。哎呦，真的哎！本机走进去了，你抢我的游乐啊！苦力啪啪地，哦，威力 ，Oh man， 多开心啊，多开心啊！还有一个哎、欸，他还有一个地板怪兽，哦，哇哦，快哦！被夹死了，换魔者的那个，八点六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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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你都写了呢，哇，对啊，哇，你被吃地板怪都吃成这样了，还有写的，可以关台了，警备车，哎哎呦，我要坐车坐车啦，坐车喽，坐车，嘿。啊，三爷，给你，够独台，拜拜，要按什么？一个按钮，在哪里？有个按钮，没有按钮。他不都三十秒？杰克有没有按钮？我没有。哪里有按钮？哪里有按钮？他会自己出发，是不是？他自己走吧。十秒后，没有位置了，没位置了，自己放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前面还有个位置。这里有。哇，这是我后腿，有了。哇，出去玩！拿个紫，拿个红石出来就好了，是吗？好帅哦！我感觉巧克力有点脱轨了。对，有一点小脱轨。等一下，巧克力太快了吧？我在前面，你们才脱轨。特别前面。去打掉吧，不行，可恶！我去哪里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等下转弯太慢了吧？大家都脱轨了。这里，哦，掉进来了！哇！完成结束了！哎，好玩哎，是好玩一圈哎，好厉害！你可以现在自己上去，自己等时间。等一下，自己等，好可怜啊！好可怜，来帮你加速，出不去，我去，你太胖了。我没有过眼泪的猪。感谢3D 兄弟，今天苦力怕战争，这是一个月，那个就是之前我跟凡凡在一起的地图。没玩过的不用担心，他这个跟苦力怕爆炸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是我们要保护苦力怕。有，对，每组就分两队竞赛啊，中间会有三个，每一队会有三个苦力怕，第一只苦力怕死了，你们那一队就会有人结婚啊，那结婚的两个人就会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现在的设计是会，他们两个只要靠近，那会给全体都有抗性效果哦，对，所以这个结婚的两个人不要再离开彼此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第二个苦力怕。被灭的话，那自己那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小三。小三的话则是拥有力量效果。对，所以都是自己的苦力怕被毁灭的时候才会有这些效果，就会让你们组队变强。好，第三个苦力怕死了，哦，就不得了了，比赛就结束了。所以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苦力怕们，家破人亡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他新更新的呢，还有这个主动技能跟被动技能啊，大家可以看，想要选择什么就自己选择。还有召唤作者，不晓得是多厉害。哦，说不定召唤作者，等下作者就登入了，吓死。召唤作者为团队作战，感觉很帅，很帅啊！笨鸡选的是 meta， 上不去。哦，已经可以选了是不是？
哦，可以选，现在就可以选。啊，笨鸡，你现在选是Meta啊？哦，对啊，神之手，神之手，神之手，神速恢复。它是可以选一个主动跟一个被动，神之手是永久攻速加成哦。哎呦，神之手，神圣守护，被动，久攻速，实惠哦。那我知道，感觉就是 Meta， 大家都神之手，感觉就是 Meta。哎，他那个夺得先机的冷却时间好久。你看主动技能那个，立刻获得四颗绿宝石，就是一场只用一次。哎，可是四颗绿宝石价值很高啊。多少？我忘记了，忘了。牺牲之火哦，绿宝石等于30个火药，嗯，所以开场就可以有120个火药直接进攻，但是就只能用一次。对，我要召唤作者，嘿嘿。召唤作者，召唤作者，召唤作者。哎哎，不会受到反噬，减速效果。八八我们等一下召唤一堆作者在那边，一堆作者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好笑，一堆人，对啊。啊，那那那那那。啊，游戏控制设定在这。哦，发，怎么了？发，发发发发。那个牺牲之斧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牺牲之斧？它有一个什么？牺牲之斧吗？斧头会牺牲自身？啊？没有，你要看第二行的，你要看第二行。第二行，自身最大血量3颗。然后增加2点的伤害。所以是拿着斧头的时候会有这个效果吗？扣血加伤害。感觉是送你一把斧头哎、欸，应该就是你永久扣三颗星，是或是拿着斧头有没有扣三颗星？但是哦，力量加二。笨鸡说攻击较高的斧头，然后会扣点血量。哎、欸，是你砍一次人扣一次血量吗？是啊，没有啦，很快就没血了哎、欸，不可能，就量是减少而已。哦，惊险之招，好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先设定好喷装，喷装在哪设定？哦，这里。教主安安，感谢银区定啊，设定没有，那是那边你要弹上去到对面的平台。哦、对。随机喷装啊，就一样，我们那个随机喷装，就10%的几率而已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之前是100%啊。啊， 10%， 因为它是1%1%降，我也不想调了。太慢了，应该要加快。啊，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先咯。好，随机分队，分哇，金色狂风队，金色狂风队，耶，用方法一起来，金色狂风队，完了。为什么有一种有一种怪的感觉哦？真的怪怪的。这个会开观众场啊，观众场不晓得何时会比，但是会。好，拉完了，会有观众场。好了，好，观众场，好，观众场，好，想要玩都可以去玩。哎，我有啥问题要问他说，那个苦力怕守护者是不是跟他们底太 OP 了吗？一对一个苦力怕守护者啊，在苦力怕附近抗性加一。哦，嗯，对吧？苦力怕抗性加一，不是我，不是啊，是我们抗性，是我们吗？苦力怕周围，对对，你自己抗性加一，你在苦力怕周围的话，你会获得抗性加一。苦力怕抗性加一，就是你是一个防护员的概念，守护者，守护者。都选择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他的那个技能。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可以显示所有玩家。对啊，赶快换掉。一堆一堆召唤作者，一堆召唤作者，我想要找作者玩。哦，本机是选落雷哦，我是落雷。好，好的，那就来厮打斗，开始。苦力怕战争，我一开始有附魔金苹果。系统准备中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又没了。哎呦喂，有喂。限量牛排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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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苹果这也太狂了！
来来，那个先在里面拿火药啊，火药是一起都会有的。要几只吗？火药火药火药，召唤者哦，要 Q 出来吗？要 Q 出去哎。世界还很平静，那晚点再丢好了。一开始就可以打人，但前300秒不能打苦力帕，打到苦力帕。嗯，可是可以去抢那个绿宝石跟钻石。好，他有什么东西啊？都忘记了。二楼，我记得是二楼买东西，我先去买地方，可以多吸一点的地方。好，杂货吗？对，杂货。好像一个人赚就很便宜啦。嗯，奇怪，商人杂货，装备商人。啊，我等你们买完，我再上去好了。宠物大师，哎，有新的宠物，哎，买个铁装。哎，宠物是类似图腾的，就是插在中间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的宠物就是让附近会有 buff 的效果。对，我先冲到中间去盖咯。好，好，忘了可以传送，我第一个一个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可以保护苦力怕。然后他们已经更快盖了，你们我上去。你们都用完商人哈，我要去。好，你哎，杰克跟云渊看你们要先去吧。好，我你们先去帮忙啊，你先去帮忙。我先再吸一点钱，好了，我可以买比较好的武器了。来到中间了，中间还有结婚证书的东西。火药在那个箱子，哎，还有彩蛋箱，有两颗钻。传送是在哪里啊？那个角角，那就在楼梯那边吧。有快点来，快点来啊！来了来了，中间我跟小雨还有泱泱。好，左手边了，一边一边，我来了。他们两个，我怕怕，我只有一个轮，只有一个轮。音乐去了，音乐去了。啊，绿宝石拿到一个，我来了。两颗，这样转。啊，那个我跟还是音乐，你给我，你有装备，绿宝石给我，我先回家。不是武器啊，绿宝石。你不是要战斗？他想回家，他想回家。你们故装，我回去拿。啊，那个我们的鼓励泡泡包一下，有电脚石来包一下。对对对，我来。他的彩蛋箱，然后那个到旁边的那个彩蛋箱，还有那个钻石点也可以去拿。嗯，彩蛋箱空的了，被拿走了，被拿走了。中间的我拿了，嗯，他还有两岛，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啊，靠近我们的那两个岛的，对对对，去一下吧。我没有，我刚出来就没有。你们装备全套出来没有？对，我想说你们有的说。有繁星去了，繁星去了。我回去，我回去。好好。哎，所以现在守在他们这边。哎，哪边是啊？是哪边啊？蓝色吗？啊，蓝色是敌方哦。蓝色是敌方。这个宝石要在前面换。繁星继续往前走，你不要往回走，回来。啊，这里有。这边。这里，我觉得家里也要有一个可以换宝石的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左右两边，左右两边，左右两边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不是要垫脚石吗？垫到旁边，垫到旁边。哦哦哦哦，左右还有。天桥。各路都有障碍。天桥？问号。你用了什么？天桥。他们有盾牌。鸡蛋天桥一次哦。哎，小雨下去了。下去，剩下本机。啊。够！落雷了，落什么雷？吃个，落什么雷？哎，你也是落雷。看我召唤作者，我也要召唤作者。作者去跑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小屁孩，小僵尸，然后追上去了。作者觉得他是一个小屁孩吗？哎，可是他血量有50，还行啦。而且好像是拿钻剑呢。而且一起召唤应该会蛮厉害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我现在在召唤了。各位观众，五只作者，小雨要死了，小雨死了。好，他记，恶魔觉醒，他记快死了。要钻石主要就是换钱嘛，现在可以打了吗？现在可以打了吗？哦，都是换钱，好像也不行。他那个绿宝石可以换的比较多。哎，我封印住他们了吗？怎么在打小屁孩？在打小屁孩？我换了屁孩，作者用。哎，我去放钱，我去放钱。等一下，我去买个盾牌。哎，他们有招蚊子啊，小坏人。我回去放钱啊。那个，他20秒就不见了。哎，回家有没有快点方式啊？没有，回家就是慢慢来。你们是不是都反过来？你快快回家，他们也可以快快来。是不是都回去了？有点怕。我回去。要点钱吗？买个盾牌。你们不过来一下？还有呀。我去买个盾牌。黄哎，钻石能干嘛？法术锻造牌。哦，钻石能干嘛？钻石。换钱。嗯，要换钱。他要在那个外面换钱。
对，要在外面。我这边有换两组了啦，三个可以拿。那我给你钻石，买个盾牌。我好，我掉下去。盾牌，盾牌是谁啊？盾牌是谁？防装备杂物，杂物，杂物，杂物啊！前线需要人，我掉下去啦。好，等一下就过去，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。他们已经箱子要小心被偷。嗯，好。突破到中间，快点！我刚哦，要见识见识。跳感觉放在身上也是不错啊，毕竟几率喷装啊。那个六个绿宝石可以换钻装，是不是？你们有人去换了吗？有吗？我记得有个村民可以换啊，我刚好看到。那把我路堵起来，有这么厉害？还是我看错啊？因为我看到有个六个绿宝石可以换的东西，在家里的人可以看一下有没有？在外面，好像在中间的村民吧，我再去看一次。嘿，我。